绝逃了皇室的婚礼不说，跑到这儿来添什么乱？杀了他们！如今的修卡兰，你对影流星的异化侵蚀，要想救他，我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找到你遇见的那个地球人，他身上的力量。 就是关键。啥？不早说！快上车呀！要是真有人来我的地盘闹事儿呢，给点颜色看看。快过来！闭嘴！你想饶命？我知道错了。这个地方在哪儿？ 放下武器，难道有干什么？冷静啊，姑娘，你让我先把裤子穿上行吗？